诗班所带来俄乐的诗歌，讲到奥丁明牧师，伊所要分享的信息是无常甲中华。所听，咱德兴教会兄弟大家平安。咱今日要针对这个无常甲中华这个题目，咱做伙来三个想，卖当用中华 vs 无常这个题目拢会当直接来定定。我用这个题目上阶段的原因就是最近咱台湾发生真侪意外事件，伫六月底这个八仙农园所引发的这个火灾，引起真侪人死亡，嘛几啊百个人来受伤，这个死亡的人陆陆续续拢过会经过这个医生的这个判断，那无法度这个复原都要陪讲。除了这以外，当然嘛，佫有车祸，这个车祸嘛造成真严重的这个死失。除了这以外，咱教会嘛是常时有伫一日的内面，一点外钟的内面有两个会友，一个伫加护病房，一个安宁病房来过身。看到这个意外，这个火灾甲车祸的事故，这个家属人讲某囝过身是挂心肠，迄款的艰苦，迄款的场面，以及伫意外中间来过往，厝内面的人虽然唔甘艰苦，毋过拢有准备好，用感恩的心来陪伴这个感恩的礼拜，对主的礼拜，互参与的人拢有得到真感动。伫这两个对照的下面，所以他激起我来用这个无常甲中华，这个中华是日本人发明的。就是临终进前的活动，所以简称叫做中华以这个功课。咱拢知影圣经有足清楚记载，圣经足清楚记载，既然有肉体要做一个死，人犹原要归土。咱若搁对这个约伯受苦的先知安尼讲，既然有肉体的要做一个死，人犹原要归土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死这是一个肯定的，这是一个定掉的，这是一个不变的。再来传道书七章二节这个路尾段，这咱拢定定拢会提起伫读圣经的时拢定定看会到的，因为死是正人的结局，外的人都爱将这个书下伫心里。所以咱若对安尼，咱人知影人拢爱死，当总是无论是意外的过往，还是讲意外的安息，当然若是破病、骨断病，这拢意外拢知影，无偌久就过身，这就是意外。意外就是出去，唔知会当回来无？忽然间从啊过身去，这个发生龙横，这就是意外；车祸，这拢是意外。要对这个，咱来做伙来想，要安怎将这个死的事来甲藏伫心里，来好好数算家己的日子，正我多伫世间活了，感觉真有交代，嘛是活了，感觉真有意义，嘛是活了有一个据点。若无，咱的生命拢无一个据点，安尼唔知要安怎去面对。个后来日子，甲家己厝内面的人，所以咱今仔日就是要用这个做伙来三个分享。第一点，咱做伙来想有常甲无常。我想咱唔是咧演布袋戏弄迄个啥物有常无常吼，咱唔是用这個，咱是用这个字眼甲伊这个意思，咱直接来看人活伫世间，若计划有常，无计划就无常。咱拢知影这个。古约时代，这个先知约伯就是一个受苦的先知，伊个人真不幸，这个背景咱拢讲足一摆啊，我就无搁直接讲。伊看到家己真正哩悲哀的这个命运，佮看到伊所有财产一时的中间将啊失去，包括伊的亲人也来死去，所以为着安尼，伊有足济感叹。这句感叹的话，伫第八章第九节，伊家己安尼感叹，因为咱不过是长暂有，唔知半项。咱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，这是伊拄着这个苦难了后，伊足大的感受。我想咱来去问这个八仙农园过往的这个家属，伊原有这款的体会。虽然约伯伊用足无奈的口气在感叹人生的无常，短暂甲有限，总是伊嘛深刻有去体验到生命的主权在你上帝，毋是人所会通掌握，是伫到尾是伊深深的体会，所以。这个约伯伊伫落尾阁继续，伊直接讲起人的日子，伊的日子既然受限定，伊的月的宵夜在伫你，
你也设伊的界限，予伊袂会搬过。所以咱来看这个约伯，伊伫遮生死的中间，咱通去深深去了解伊是安怎有这款的体验，就是伊有这款对生甲死伊真深的这个经验的感受。有影，咱除了上帝以外，啥物人拢无法度人知影家己要活偌久。我常常拢会。家己安尼半讲笑，啊嘛，甲厝内面的人讲讲，我敢若祈祷上帝，我75岁就好。我若想想，若过活75岁吼，过无20冬呢，因为我已经56啊咧吼。我想要安尼想，因为圣经咱都要读的吼，人生70，臃肿通到80，啊，我甲厝迄个平均值就是75。但是即马咱拢知影，咱拢安尼想，啊，都现要去啊，啊，伊遐发达，即声讲过潮流，佫活起来。有人活甲足痛苦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这是真矛盾。所以伫遮咱通知影，咱拢无得知影讲明仔载先来，还是无常先会到。因咱敢若知影人生真短，真有限，无论贫贱富贵、身份地位、男女老幼，拢有一天拢得爱面对这个死亡，走入这个死亡的关卡。啊，过去有关这个相关的信息，啊，甲这款的文章，甚至我有出版。这款的册嘛，几啊本，但是无论安怎探讨、安怎写、安怎去预测，意来甲意外的事一定发生。无论是意来还是意外，意来就是病痛嘛。啊，你知影讲啊，你的性命特别临终啊，啊，意外就是你拢无打算的，这一定拢会发生，因为这是一个自然律。啊，不但未停止，佫一定会发生，因为这是千古不变的事实，那是人拢无法度逃避。所以这款的论述啊，甲这款的体验。信仰的先人啊，甲这个铁学家啊，即挂铁人拢有留了足济的这个名言。我只有伫遮来引两句就好。这个厄高苏丁是这个啊初代教会时期，而且教父时期的一个真出名的人。厄高苏丁，这是叫做教父啦。啊，咱知影教父时期，这是耶稣基督传落学生，学生过往了后啊，传落的学生啊，这就是耶稣的学生的学生。了后，才叫做教父时期，不是黑社会的教父啦，不是。这是第四世纪、第五世纪真出名教父时期的一个人。啊，这厄高苏丁又讲，伊讲在咱的一生之中，所有一切拢是不确定的，只有死亡这项事是伫咱会当完全确定。伊安尼写，了后，啊，这个英国这个真出名的这个出世伫爱尔兰的作家，这个 Oscar Wilde 哈，这个人我真爱读伊的文章。因为伊真趣味，啊嘛真侪思想，啊真侪思想，伊有当时嘛为非三者，啊为非三者吼，啊捌一摆犯法，啊去到法院，哦啊法官知影伊是文学家，真有头脑，所以就甲讲，你是安怎会做即个代志？伊讲无啦，我逐项代志拢嘛做好个，我敢若对你有效，我无法度做好，剩个我嘛拢做会好，安尼，我除了有效以外，我逐项拢做会好，安尼，伊甲法官安尼讲，啊伊嘛甲法官讲，啊除了有效以外，你敢有法度做好，真心实，啊嘛感觉真趣味。伊家己嘛作体会安尼讲，伊讲现代人啥物拢话都逃避，但是就是逃未过死亡这关。有影每一个人拢无都逃避死亡，啊，死亡是咱生命中间的一个环节，每一个人拢会经历着，就是因为有死亡，所以生命才会人讲生生不息，啊，代代三煞。啊，若无死亡，大家人拢未死，拢活伫世间，地球大概是无都通徛起，所以这是一个律。予咱伫遮来思考，所以咱对第一个小点来想，啊，这个忧伤的这个意来，啊，我拄则伫引言的时候讲过，啊，最近，啊，我连续啊，常常会去病院探访这个，因为病真重的这会，又特别是肝火病房，还是安宁病房，我一定爱至少去啊看一摆至两摆，啊，去家祈祷，啊，家关心。啊，甚至带这个厝内面的人做伙伫遐来读圣经，做伙来祈祷。啊，其中有一个因为破病，啊，因为有年老，啊，伊先住伫监护病房一段时间，啊，了后家属伊拢知影妈妈的日子已经到，所以就要求这个病院讲是毋是会当甲转去安宁病房。啊，当然啊，会住监护病房的拢是开重刀、开大刀，也是讲吼啊，伊破大病无特别照顾的袂使，即当进入即个监护病房。啊，咱知影啦，入监护安宁病房的是因为伫即个用积极的即个医疗可能拢有限的时，
就会送入这个安宁病房。啊，送入安宁病房，唔是伫遐等死，因为我常常去安宁病房，一去安宁病房，我拢无做啥物，只有读圣经、吟诗，啊，甲唱讲笑话尔。所以我有几摆去安宁病房，我拢甲咱会友讲，我拢无讲啥，我甲咱讲笑话。啊，有一摆咱一个会友得胃癌末期，已经末期啊，我甲咱准备五个笑话。啊，我去讲笑话，讲互听了后，隔日护士甲我讲吼，牧师你讲笑话好听哦，伊足好困的呢。我唔是叫伊等死，是予伊伫平安的中间，知影伊日子，即叫做将活。啊，伫平安的中间，予伊知影伊要活了就轻松，啊嘛会知影有一个愿望。啊，所以我每一摆来伫公共病房，啊，看到这个啊有年岁，啊是讲患病，已经差不多得要行到一个生命的坎站的时阵，我心内拢会唔甘，啊嘛会出现迄款无度讲起迄款的真大的感受。啊，做牧师面对即款的情景，只有是会通带病患甲家属祈祷，祈求上帝来减轻这个病患的艰苦，同时嘛，互厝内面的人也因为这个扶持来减轻伊心内这个担担。大家牧师的工作是伫这个时阵扮演的是真要紧的这个角色。啊，伫这个探访啊，甲陪伴这个患病入院的会友啊，甲家属的过程的中间，我有感受到，无论是病患本身还是厝内面的人，伊拢知影，伊日子无济，所以伊拢会伫忧伤的依赖中间，伊对伊死亡，甲伊过往了后的事，伊拢有做准备，甚至家己拢有即款的备办心。啊，几日了后啊，住伫安宁病房这个会友，以及这个住伫监护病房这个会友，拢总啊，行了这个人生。啊，这个过程都差一点半钟来听，因为过身了后，我拢会随时接到这个电话。啊，了后啊，两个人嘛拢伫同一天，伫顶个礼拜六来举行这个告别式。啊，检测伫人的感情上，厝内面的人啊，会过往难免的唔甘。虽然是依赖，总是嘛因为过去几十年的感情会唔甘。啊，总是伫信仰上做一个基督徒，咱会当因为确信会当得到迄个得胜的生命来接受伊。嘛，伫心中充满永远活的愿望，因为耶稣和信靠伊的人有一个真大的一个应允。这个应允记载伫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九节。这个应允是甚物？还佫点啊久，世间无佫看见我，独独恁看见我。这个是耶稣甲神讲的。尾仔伊一句讲，因为我活，恁也活着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人的生命的结束，肉体结束来定，总是灵魂会通甲我做伙住。所以伊甲学生做这个安慰。了后啊，这个约翰一书二章二五节啊，这个作者伊还阁一摆伫遮来对耶稣所讲的这句话，阁一摆一个肯定。伊讲这个也是伊所应允咱的应允，就是应我。所以耶稣伊予咱这款的应允，就是伊捌经过死亡，嘛战胜死亡，所以伊应允咱死后有一个新的生命。所以伫以来啊，有信仰的人会过往啊，通讲。是一款感谢，嘛是一款娱乐，嘛是一款愿望，毋是绝望。所以特地伫遮提起的，就是我伫姚英长老的妈妈伊即个告别式中间，我看啊，伊厝内面写即个个人履历，写了真特别，啊嘛写真济。我伫即个内面，我去感受到四行书啦吼。我定定咧医学院教书，我拢会甲人鼓励吼，世道人生，就是讲，我因为我咧教生命伦理，就是咧有关教。人的生甲死，特别死的进程，也是讲你会当把你的故事写落来，啊，就是四行啊，四道人生，就是讲爱伫要过往的进程，你爱讲疼你的人，啥物人，你爱甲伊讲啊，你疼我，上帝疼我，道爱嘛，啊，伫这个个人履历，也是文章内面来写，过来道歉，就是讲确实咧，我过去都安怎安怎安怎吼，啊，我来甲你抱歉吼，这是。咱台湾人较少咧用这個，总是外国人有。我捌参加一个葬式，啊有一个牧师过身，啊伊在生的时又受气，什么人爱拢有写落来。伊拜托因囝讲，我过身的时，你拜托你告别式的时，你爱甲什么人什么人回事咧？啊，伊的囝真正个回事咧，我听个足感动。我嘛按算讲，我若死，我可能嘛爱安尼写，安尼较袂死而无憾吧。啊无带迄个万分个离开世间，安尼敢是真艰苦。过来讲多谢，啊多谢吼。啊，佮道别，我伫这个人了了，我有看到这个世道，啊，我看到是非常感动。啊，其中内面嘛，佮有和解呢，嘛佮有和解，因为家属拢有来，
这个过去所有这些所拄着这些艰苦代无谅解，拢有来啊！伫内面嘛拢有表达，所以我伫这个个人流露内面，我看到这四行书，佮其中嘛有包含和解，啊，这感动人的故事读了后，真正让人感动，啊嘛让人感受到这个别色有一个真深的这个意义。佮来第二点，咱做伙来想无常的意外。啊，六月二七，这咱拢知影，我就无佮解说。啊，这种少年人啊，真爱去舞者的安尼去啊跳舞啦，啊去啊安尼吼，用迄音乐吼。这么少年人足爱坐嘞吼，唔知我是老啊还是安怎吼，我对袂着时代还是安怎吼，我较袂爱参加这呢，这若免钱叫我去，我嘛无爱呢。啊，这一张票爱1500块，啊，结果怎啊发生这款代志？啊，这款代志发生了后，500个受伤，啊，其中现死的嘛有，后来陆陆续续，每一天也是讲无几天，就佫有传出讲啊，这已经无效吼，插讲，也是讲甚物白血症等等。这个代志，我看拢少年人呢，大人生咧开始20多岁啊，吼、哦！我有当时甲少年人讲，恁是有够好命，我若25岁唔知偌好，啊！少年人拢无法度体会，我讲少年就是本钱。有当时我会甲大学生讲，恁是有够好呢，好食好困，阁好棒。啊！我讲恁若50岁了，看恁会好食好困好棒无？无你去问恁阿公阿妈80到90岁，看好食好困好棒无？讲敢会安尼？我讲你20多岁袂感觉安尼，你50、60岁你就会感觉安尼。啊，只爱多好食、好睏、好放，安尼一声拢去了了，实在是有够无彩。啊，这实在是让人感觉，这实在是一个意外，吼、哦，这是一个意外。啊，这个意外，7月18，即种即几日内底，七个少年家，迈头30出头岁啊，啊，坐车要伫北部，啊，来到彰化参加因大学的一个同学的这个婚礼，无拍算去食，恁啊车无换，啊，这个。经过高速公路，天气热，崩裂，摔落去20几公尺下底的这个高架的这个高速公路，六死一伤，现场6死1伤。虽然安尼，这个婚礼嘛是照常举行，但是充满哀伤的气氛，啊，看了这些足心酸。我相信这个新郎新娘一世人嘛心肝艰苦。除了这以外，7月23，顶2、3日啊，定一个负责人嘛开车。啊！伊就要加以进香，本来也伫即个水上的交流道爱落，啊！拄超过一撮啦，要挖去，啊！拄后壁对一只拖拉机弄落去，啊！弄落去了后，啊！因为即个力量太大，随时造成2死3重伤。后来即个警察啊，交通警察有去货车的顶面来甲调即个行车记录器，啊！来甲看，看了后，才发觉讲。迄只车把库一顶开始倒，到甲拖拉库甲弄落，只有8秒呐，定8秒造成这款的这个这么危险的这个代志，这是意外。任何人无法度通去拍算会到，若拍算会到，就袂发生这个代志。啊，当这个代志发生的同一日，啊，台中地方法院啊，拄啊针对4月7日，咱知影伫台中嘛咧做捷运呐，啊，伫北屯路口，啊，甲文心路口。接运的时间的时啊，应该吊车爱下底啊个铺铁棒，啊通两个架扛咧，通分散迄力量。啊，可能为着讲啊废气，所以无装迄个铁棒。后来即个咧吊的时，佫无交通管制，无拍算，也无装铁棒。啊，即个担仔架就软，啊所以一脚啊，就人讲灭落去吼，啊怎啊入去里土，啊土了后啊，即个吊车就起了后，当然这个箱啊就落了209吨，嘛是跌着几下人4死4伤。啊，伫7月23就是车祸，迄天高速公路车祸，迄天啊，搭来达成这个和解，啊，搭来赔1300万，也为赔1500万，但是佫有4个着伤的，讲也袂好势，嘛到即马也袂和解，所以这个心到即马，我想是伤着的人佮被伤的人一定拢足艰苦。所以咱对遮会通感受一项，人活伫世间，差不多拢会妄望讲伫意外中间会通掌握家己未来的命运。但是无论安怎拍算，生命过了偌精彩，难免拢有料想袂到的意外的产生。有影，我用即句话啊去甲做一个简单的传授，互咱对遮遐个例，咱来做一个啊整理。人出世伫世间，意外事故发生，实在是真歹去预防。啊！忽然间来意外的事故发生，除了会让人吼，人讲措手不及，
乱了方寸，以外嘛会对着死亡的消息传出来，艰苦，非常的艰苦啊！这是人啊，这款的心，这咱拢会当去理解。当然，对着这款啊处境的时，其实诗篇39篇49-50足清楚提供咱一个祈祷。啊，这个祈祷文是诗人伊嘛有去体会着这个事，所以伊安尼祈祷讲：耶和华，求你予我知本身的结局，甲我年岁少也偌济，予我知软弱到怎样。你予我的日子亲像一巴掌，我一生的年岁伫你面前亲像无。达人徛在时，真正拢是空空。这个圣经检查伫灵修啊，伫祈祷的时，那会当加读一句，也是用这个做祈祷的时，咱就通去了解，搁较深深的去体会。约伯想要讲这个话，包括咱本身伫世间的日子是怎遮尔短，伫这个诗人的诗。死的中间，咱会当做这个祈祷，嘛能做这个自我的这个提醒。那第二点，咱做伙来想，我今仔只有两点，啊，伫遮来甲咱想。将我啊，咱拄则看到将我啊，当开始咧应酬报，嘛有干事甲我问讲，牧师，这将我是啥物意思？我讲吼，我着调工用这个，互你毋知影意思的，安尼讲道的时，你当会注意听吼。啊，其实将我吼，这是日本的周刊调日吼。伫2009年，伊提起的啊，这个将我啊，这个定义，照这个周刊啊，照这本册的定义是安尼啦。伊讲，你会通伫你生命结束之前，保有有家己的尊严，具体规划人生的最终啦吼。啊，这个文章吼，刊了后吼，将啊伫日本引发真济讨论。咱拢知影，本来日本人甲台湾人同款，特别是这个。黄种人，这个汉人，特别是汉人也是日本人，大和民族也好，对着死亡有真济保守的观念，也嘛有足济禁忌。但是今仔日伫日本的册店，咱拢会去看到有关生死这款的册，这是这几冬人啊开始拢会去探讨这个问题。啊，所以日本的这个册局拢在卖这款册，嘛咧鼓励人安怎去面对生死。啊，嘛有非营利的事业团体公开来举办，定来举办这个将我的研讨会，甚至有出版这个将我手册。啊，出版这个将我手册吼了后，啊，本来人拢无啥咧注意这个事，后来到2011年这个3.11日本的海啸了后，将我这款的议题，在日本将我开始互人搁较侪讨论，但是感觉讲，意外定定拢会产生哦。无常常常拢会来哦，阿变啊将我，所以因为安尼啊，一个日本的这个少年的导演，这个小姐其实是也真少年啦。因老爸本来伫一个公司上班40冬退休，退休落来了后，随去身体检查，发觉已经癌末期。癌末期了后，啊，这个查某囡仔伊是一个导演，伊将啊家伊的老爸哈，知影癌末期了后，佫无偌久的时间，因为医生讲佫无偌久，虽然有做简单的治疗。但是伊个老爸知影伊阁无偌久，所以伊即查某囝就甲伊个老爸所有临终进程的生活，将啊拍做纪录片。啊，因老爸吼本来是一个信道教的，后来伊有捌着信仰，啊，将啊有洗礼，所以伊将啊甲啊伊个老爸去甲牧师讲话，陪伊个囡仔耍，啊，阁去投票，啊，阁伊家己啊筹备个别式，啊，阁甲伊个老母家族做去旅游。啊，甲亲人一一告别，啊，佮伊受洗，啊，佮讲吼，因老爸甲因老母结婚40-50冬，拢毋捌甲因老母讲过我爱你，拢毋捌啦，安尼啦吼。日本人这大查甫主义，比咱台湾人佫较食烂呢，咱敢知影吼？我有一个朋友啊，伫日本读册，啊，一摆伊甲我讲，伊去参加伊个教授的离婚的典礼，我是安怎离婚的典礼？伊讲吼，伊教授退休啊，因太太提出要甲伊离婚，啊，真正来办离婚典礼。太太欢喜甲啊，讲教授好甲，讲啥啦？伊讲我甲你服侍一世人，即马换你家己服侍你家己，你退休啊，我要过我家己的生活。啊，这个教授讲我拢袂晓，我甲你晓读册、煮饭、洗衫拢袂晓。啊，当你去，如果我去，我要安怎？啊，这个太太家己讲，讲你一世人拢毋捌甲我讲过我爱你，你干那叫我讲我爱你，你拢无爱我安尼。所以这个导演甲因老爸讲，你着爱甲妈妈讲，伊甲车个拢总拍片起来，叫做《斗丧》的代办事项。后来了后，这出片从啊伫日本成做历史以来纪录片上界啊
上届一个人去看，啊嘛拍破这个日本的纪录片的这个票房的这个纪录。啊，这个就是上我的这个意思，就是我进前，我过身的进前，我有足济代志，我无去做，我要安怎伫这個中间我做得好？啊，这个影片，这些是真趣味的一个影片，这个较未可能较未翻做台语，咱来咱翻做台语，咱人来看嘛，感觉真有意思。我拄则有讲过，坦白讲，我五十岁了后吼。我拢常常去想这个生死的代志，啊，拿去探访，啊是讲伫安宁病房，啊是讲主持个别式，啊是讲参加这个个别礼拜，啊是讲我看到这意外的代志发生，我这个感觉就愈来愈强烈呢，好，愈来愈强烈。啊，过去死亡拢会予人感觉是禁忌，那伫公开场合，啊是伫老人的面前，伫病人的面前讲到死吼，敢那安尼做无格调啦，吼，敢那是讲吼。那卖提着死，啊，就袂死啦。啊，其实无讲死，嘛是拢会死呀。因逐工这个问题，就是咱逐工拢会去挑战的嘛。因为这个德国的特拉加伊就讲，人是惊死亡的存有嘛，这是每一个人都会到的。啊，过来有一样生，嘛有百样死嘛。生干那一款，但死有几啊款。但是这是咧鼓励人伫世间活哩日子的时，变怎好好活过这个人生，伊是这个意思。当然，除了这个以外，啊，佫有《周书》吼，这第四十二卷内面有讲到一句吼：“浮云易散，凋落易打，有无？”所以咱就知影讲这个真谛啊，这个人生真谛啊，这几句的这个铁头的名言，咱拢珍惜。所以咱会通去对这了解人生的短暂加有限。事实上，这款的教示伫圣经嘛有足侪记载，相信咱拢有读过，咱嘛拢捌听过。比如讲诗篇一百零二篇三十，安尼讲，因为我的日子啊，亲像火粉消散，我的骨瘦小，亲像火中的茶。有影呢？亲像火中的茶。我捌听到这个中医社，嘛捌听到殡仪馆，讲啊人也无啥啦，三点钟就变腐啊啦，安尼啦。我听听有影，圣经人早就拢有讲。啊，过来啊，这个诗篇一百四十四篇四十。安尼讲，人亲像分一个开，伊的日子亲像影过去。兼在啊，咱搁倒转来伫日本人的观念中，将我是专门对面对人生终点的一款规划。毋过徛伫信仰啊，伊即个基础的顶面，将我实在是毋是要过往的进程当去计划啦，随时拢会当开始，毋免等到人生的最后的阶段，应该随时拢会当准备啦。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章，其实是一个提醒，嘛是予咱准备一个信仰的一个规律。咱来看雅各书四章，啊，这个十四节到十五节，伊就足清楚甲咱讲，啊，这是一个将我的一个规划。其实日本的将我伫这个圣经章的中间，已经真清楚去包含。所以我搁直接读一摆，啊，予咱来了解，咱就来做结论。啊，雅各书四章十四节到十五节，伊安尼讲，那是明仔日的事，恁也毋知。恁活命是怎样？恁是昏雾，暂时出现，后来就无看见。恁较好就安尼讲，主若愿意，阮就会活，也要做这项，也要做那项。所以这个圣经节，我今仔用这个四节，就是要予咱伫灵修的中间，面对这个生死的一个祈祷。所以我直接来做结论，来结束咱今仔日的这个信息。虽然咱伫世间，拢有可能会。遭逢这个无常的意外，嘛会去面对有常以来的病痛、老化、甲死亡的无奈，拢会，咱拢会去拄着。准上帝予咱一个无限的应允，只要咱若顺服上帝带领，上帝旨意就因为咱的将我来得到成。所以咱较等下要吟这个圣诗五百六十六首，这个我今日敬的这首圣诗，其实这个圣诗。就是咧回应拄只咱所分享的这个无常甲将我，所以较等下咱吟圣诗的时候，咱会通对这个歌词会通认真去甲思考，啊去甲想，去甲看。愿上帝通过这个书，也这个信息会通成做咱的帮助，请咱同心三个来祈祷。生命的主宰，阮的上帝，阮伫这所在聚集，看到世间一事。以及台湾所发生的这些事故，无论大火，无论是车祸，无论是意外，或者是阮的兄弟姊妹有人病痛，在意外中间来结束伊
的一生，无论是什么状况，事实对阮来讲，这是一个真理，嘛是一个律，嘛是一个无法度去改变的事实。但是安尼时，阮伫教会咧敬拜时，阮要安怎通过圣经话提醒家己，嘛当互阮对这个信息的中间去思考人生，这是阮今仔日伫遮组织真要紧的一个功课。愿上帝通过这个功课，互阮伫遮当明白上帝对阮讲的话。也求主你来安慰这些在意外中丧失生命，其实是意外中来归向上帝你安息的兄弟姊妹家属，愿上帝你平平看顾，也会因为安尼，予阮思考这个将我甲无常所要面对的功课。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愿咱领受宝贵的信息，会当好好来接受咱的信仰。这是咱三个来。